一个印尼大哥一个人在连接队位置开枪法，一个人先秒掉再来。但是我觉得现在 BF 虽然说是三打一，但是一定要小心啊，印尼大哥是100 HP， 而且他的瞄准技术还算不错。对，那这边还是非常谨慎，用了很烟雾我来了。印尼大哥这边还是要强行往前努一下。印尼大哥双杀了，这边要不要五杀？哇，什么情况？